天教大家做香茅鱼露纹花奶，准备食材如下。首先把猪皮切掉，再把肉切薄片。准备食材中，加入酱油，再加入胡椒粉，再搅拌腌制。风车粉，加入色米、小洋葱、姜片，再加入香茅，再翻炒让香茅爆香，接着再翻炒花奶肉。把刚刚的食材加在一起翻炒，再加入一条小辣椒，加入蚝油，再继续翻炒，再加入绍兴酒，加入鱼露，少许的胡椒粉，半茶匙的鸡精粉，再加入半茶匙的糖，倒入水温15到20分钟，加入少许的黑酱油，焖好了再加一点黑酱油调色，再加入青葱，香喷喷的香茅鱼露纹花奶完成了。关注我，小千妈咪健康站。